请大家。说起这个整团的，最近有一个团队，就是大旗唱片的这个巴士列歌唱巴士，嘿，歌唱巴士。嘿，刚才呢，我们看完了这个我们精彩的这个复兴军校的演出之后，我们现在真的要五大旗哦，五大旗是啊，我们这个大旗唱片的歌手要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这跨年的晚会，是带来精彩的节目。哎，第一首歌曲给大家带来是《世界决定》，让我们欢迎我们大旗的歌手。气料太厚了哈！哎，大旗歌手立冬，哎，能干笑，能干笑，立冬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啊，别女生是谁啊？你怎么会是大旗歌手呢？我讲你，哎，你啊，你讲嘛，讲你有合唱啊？对啊，我算大旗的一半。因都要出来耍大旗，我出来耍大牌。好，现在呢，从这边开始啊，一一来自我介绍一下啊。各位基隆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基隆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
我是翁立友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各位主持人，还有我们现场的市长、市长夫人，以及各位贵宾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们基隆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人叶胜清。主持人好，还有长官，还有各位基隆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子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淑妹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南台湾小姑娘。好，谢谢。你们到基隆来啊，应该了解一些基隆的事情。哎，对。亚兰姐那边问题小请教一下。小考试一下，咱这个基隆景点地标，恁知影有多什么所在不？基隆的景点地标。就是什么所在是会当去佚佗的啦？嘿，哦，有人举手哦，淑妹来。哎，淑妹。有基隆庙口，还有情人湖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基隆庙口在那边。大家看完节目可以去吃饭啊，那边对不起，不要不搬了，不要搁底下了。对，今天现场每一个人都比你清楚哦。还有情人湖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知道情人湖？情人湖就是情人去的地方嘛。有去过吗？没有。哦，没去过。有听过，因为是基隆很有名的一个地方。对对对，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，还有哪？谁知道？还有哪里？好，我知道。我知道在基隆中正路上面有一个海门天险，海门天险，海门天险，对，里面它有真正的炮台。什么叫哦？那在中正路上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不是吗？你错了，不是这个，我们要问一下现场观众，是不是在中正路上？中正路有炮台吗？上面在五轮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，现在考他们也不懂啊，不懂。哎，他们今天来任务啊，把歌好好唱好就应该啦。啊，是是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开着大旗的欢唱巴士到这边来郊游，好不好？对，通通有记录，跟大家鞠躬。好，我们给他们掌声，谢谢，谢谢。